挑战全随机上超营第36天，这没得说啊，又是天选阵容。老规矩，打扮开局往上绕，哎，竟然不放蓝猫，还是放吧，忍不住那就抓你一个后摇，往墙上一扔，他会低声，掉头就走。怕啥呢？密卷强压，飘，哎，交连用没用啊，我可以，你能走？抠抠，就跟谁没有，对不对？就跟谁没有通灵似的，想办法以最快的速度拿掉他的班。当我没说，这纯属放屁啊！马上马上，第三不急，响，漂亮，来，抱摔强压带走。第二个少年开局冲好拳，看他一眼，他第三，没的是蜜卷。哎哎哎，我去我去，这个失误，多么好的一个机会！你想干啥呢？你想干啥呢？你该不会是想要骗我替身吧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最近新学的，莽夫中带了一点点小尾。来，对着墙角。啊，一记冲号拳，再来一套，再来一套，那就再来，差不多了，该替了。再不替没了。我去，这个时候替蜜卷带走。百号杠手来都来了，不穿个衫怎么能好意思呢？我老乌鸦几百年不用，好像有点亏。千叉，小子，你不会能打死我吧？我说对面这位少侠，你干掉我两个忍者，干掉一个就行了吗？你还能反吗？难道不成？看你踢，哎，把你按出来，真是嘚儿的。有啥全放啊，把我的血量差拉到你的斩杀线上是吧？我霸你开了，这你怎么说？该我来一趟，来，空中千鸟，想反我三，虽然差一点，但是你还是没有做到啊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有三连的就不要客气了，再见。